我们是あのニュースとかではない番組です。で、お子様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シャバヤンいっぱい見てますので、はい。で、その番組の中で、先生という、丹先生という形で、今回、希望你变成我们的那一课的老师。丹先生、丹さんの活躍をいろいろご紹介させていただきたいと思います。希望我们来介绍 你的工作。はい、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で、ですね、番組の、出演者が、一応学校というシチュエーションなので、校長先生という方がいます。因为我们假设是。で、坂井正明さんっていう日本のタレントさんなんですが、ご存知だったりしますか？因为我们是假设在学校里面，所以我们有校长借正章先生，你有认识他看过他吗？我就是在看你们传来的资料的时候才第一次看到他。もう資料で初めて目にしました。すみません。そうですか。日本のドラマで西遊記の孫悟空役をやって。すごく大人気になったんです。西元西遊記的孫悟空一角，对，在全球造成话题。对，看起来是就是非常幽默，而且是有非常长时间的各界都有贡献的一位前辈。じゃご存知で、例えばもう。他に、教頭先生ということで、クラスの学級委員長ということで、一応、コメディアンの2人組もレギュラー出演してまして。三位好，哎，不小心缠到口罩了。这个口罩看起来也很想要给他戴上的样子，那不如这样好了。好，三位好。一応この二人見えますか？なんですが、看得到两位吗？有，看得很清楚。どういう人に見えますか？見た目でいいんですが。看起来是什么样的人？看起来也是，都是很幽默的人，笑得很开心，而且还有让旁边的人也感染他们的幽默的这种能力呢。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喜ぶと思います。お二人に伝えたら。ちなみに校長先生はどんな方だと思いますか？見た目。74歳でまだバリバリお元気なんですけど。他74歳的校长。你觉得他是怎么样的人？就是这个悟空的扮相，就是你们传了资料我才收到。我以前从日本这边看到悟空，都是从《七龙珠》的漫画里面，这个看起来是比较和蔼可亲啊，比起赛亚人那个。スーパーサイヤ人はこちらの方が親しみやすいと思いました。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じゃあ最初にVTR でタンさんが登場したところで、入れたいんですが、カメラ目線で、世界一受けたい授業をご覧の皆さん、はじめまして、オードリー・タンですっていうご挨拶をいただくのは可能でしょうか？不好意思、我们想要刚开始的时候、想要用你的这一句话、可以帮我们说一下吗？我要指左边呢、还是右边呢？右左どっちですか？どちらでも出しやすい方でいいです。都可以。好。收看世界第一想上的课的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 Audrey Tang。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すいません。では、質問に入らせていただきます。よろしいですか？問你问题哦。はい。まず、コロナ対策に関していくつか聞きたいんですが、今でも世界はすごくまだ感染者が増え続けてまして、ワクチンもそうですね、マスクもつけなきゃいけない状況で、もう世界中不安だらけだと思います。台湾は、最近ね、ちょっと市中感染が
パラパラ増え出していらっしゃるようですが、今例えば新しいルールができたりとかワクチンとか有没有新规定的措施、ま、どういう状況になってますか？目前的情况如何？我们在秋天跟冬天本来就有一个专案，这个专案就是在大型的集会里面，特别是会碰到陌生人的地方，在出入口都会检查说不只是量体温，也要戴上口罩。如果没有戴上口罩的话，那么是会罚款的。不过我想这个就很顺利的让我们的 R 值，就是平均每一个人传染给多少人呢的这个数字减到低于1，所以就算是有一些社区的感染，也不会变成好像感染源不知道从哪里来这样子的社区传播的情况，所以目前的 R 值还是小于1的。另外一个新的做法，在秋冬专案，也就是1月15号开始，所有回到台湾的朋友如果不是去集中的检疫所或者是旅馆的话，那么都必须要在他自己家，是有他自己一户，他一个人住，以前是有我自己的房间洗手间就可以了，但现在整户都必须要是一个人住，这样子来确保边境的隔离跟检疫的安全性。大概就是这两个，一个戴口罩不戴要罚钱，第二个是所谓的一人一户。完璧にやってらっしゃいますよね。私も実は衛生福利部の LINE アカウントに友達登録してまして、毎日届くのを見させてもらってます。天天看到你们的消息。はい。ね、ちゃんと感染者を濃厚接触者を追えてるのがすごいなと思いますが、ダンスさんは。デマが広がりそうになった時の対策でユーモアで対抗するっていういろいろやってらっしゃいましたけども、それには結構早い対応をしなければいけないと思うんですが、なんかルールとかってタンさんの中で決めてらっしゃったりしたんですか？因为你要回应要 越快越好，那你有什么规则吗？有的，我们的所谓的幽默辟谣，这样子 humor over rumor 的规则，就是每一次只要看到有什么谣言，在两个小时之内就必须要出两个不同的样子的回应，每一个都在200字之内，这是所谓的 triple two 三个二的原则。細かい、すごいですね。例えばお尻は一つしかないっていうキャッチフレーズがあったと思うんですが、それはどういう方がどなたが考えたんですかね？想出来的。这个是我们的苏贞昌院长，当时协助他制作这个图片的朋友，也是我们之前的行政院的发言人，叫做丁怡明 Evian 丁。他说他是出于他小时候常常听到“我们只有一个地球”这样子环保的呼吁，所以就把它稍微转变了一下，毕竟臀部也是圆的嘛。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日本はまだ本当に感染者が東京だけで一日2000人とかっていう日があったりして。全然台湾に比べてダメな国なんですけども、日本はどうしたらいいでしょうかね？一人一人が頑張るしかないんでしょうかね？一個人一個人要努力吗？我想大家都知道要戴口罩，要勤洗手，要保持距离，只要能够在家里透过视讯完成的事情就不要出门处理等等，我想这是所有人都已经知道的事情了。但是从知道到能够提醒别人做到还是不一样的。像我们在台湾，我们说戴口罩是保护自己，不要吓到吃手手，就是说不要让自己的手不小心碰到自己的嘴。因为是这样讲的关系，任何时候如果有人没戴口罩，别人都可以提醒他说，哎呀，好好照顾自己身体啊，不然你会吓到吃手手啊，这样子。那这个幽默的方式就让提醒别人变得不那么失礼。你可以想一想，如果我们说戴口罩是为了保护长辈，
那这样子的话，有人要提醒我说，哎，政委你怎么不保护尊重长辈啊？这个讲不出来吗？对不对？所以还是要靠幽默，以及让大家能够透过幽默彼此提醒。やっぱりユーモアが大事なんですね。ユーモア、ご覧、很重要。はい。で、次の質問は、先ほどのこの方からの質問なんですが、台湾では健康保険カードのデータを使ってマスクを配ったっていう対策がありましたが、日本でも実はマイナンバーカードっていう病歴とか住民票など、情報が入るカードを普及させようと今してます。ただ我々日本人は個人情報が流出してしまうのではっていう不安が募っていて、なかなか全員がその申し込みをしなくて普及しないんですね。この点についてはタンさんはどう思いますか？日本マイナンバー一直不到普及，那请问你怎么看这样子的问题？我们在2003年，也就是 SARS 在台湾出现的时候，我们的健保卡晶片卡也只有在澎湖这样子一个小岛上面，大家才能使用。当时的台湾本岛以及其他的地方用的都是那种一张纸上面有六个格子，还要用手填写那样子纸本的作业呢，所以我们很能够理解说不普及的情况下是怎么样，而且我们当时 SARS 的反应也不是很好。但是其实这个在澎湖大家发现说，诶，有 IC 卡好像真的是让 SARS 的防疫变得比较容易来做，所以我们在2004年的时候就决定说，那我们要把传染病防治法里面包含指挥中心啊等等可以怎么样子来运用健保资料的这些做法都用法律来明确的授权。所以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在大家记忆犹新，就是还记得 SARS 的时候，赶快去跟整个社会进行沟通，去确保说当我们在运用资料的时候，只有医师人员、药师人员可以去用他们自己的卡才能写入你的这个卡，所以以后如果发生任何问题，你都可以知道是哪一家机构来造成的。除此之外，我们也有一个 APP 叫做健保快易通，你可以在上面透过健康存折的功能来去确认所有关于你的健保卡的使用的记录都在上面，包含预定口罩啊，甚至自己用不到的口罩的额度也可以把它贡献出来给，好比像说日本啊这些人道援助的使用等等，可以说是一个很万用的一个 APP。 在这个情况下，技术上面跟法律上都有保证，大家就会比较安心。やっぱり日本はまだ情報が流れるっていう不安がまだ強いんですよね。だからそれを上回る利点を国民が理解できればきっといいんでしょうね。所以国民理解你们这一点是很棒的事。主要是我对医生、对于药师、对于护士，我信任他们是为了我好。意思就是说他们不会去为了好比像说广告商啊或者什么其他人的利益而出卖我的讯息，那这个也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而是很长的时间，从2003-04一直到了今天，透过一次一次的互动来达成的。日本もあれですね、今回のコロナで変わって行くのもちょっと期待したいと思います。希望趁这个机会，日本越来越变好。はい。続いて、はい、タンさんがの、日本に関する質問をちょっといくつかしたいと思います。まず、最初、初めて日本に来たのは17歳の時、マジック・ザ・ギャザリングの台湾チャンピオンになって、それで大会に東京に来た。っていうのを本で読みました。その時の印象、日本の食べ物とか、なんか印象に残ってる食べ物とか、街とかありますか？食物、城市等等、可以告诉我们吗？当时啊，就觉得自己是到了未来呢，
因为我的所有的电脑啊、手提电脑等等，都需要把时间往未来调一个小时，所以就觉得说啊，果然是好像未来的地方一样。而且当时也在很多的日本的关于个人电脑的这些展览啊等等，光是路过就可以看到很多，哎，体积又小，然后功能又强，甚至还是运行自由软体，像 Linux。这样子的地方，当时台湾几乎都没有这些的，所以就会觉得说啊，真的好像踏入了未来一样。なるほど。実は今のこのタンさんが17歳の時に初めて日本に来たっていうことを我々の番組の中でクイズにしたいと思っています。我们想要你来17岁来日翻日的。事情我们想要做一个出题可以吗丹先生は17歳の時に、何の目的で日本に来たでしょうっていうクイズにしたいと思ってます出题的内容是你来日本的理由是什么 当年的理由是什么でそれを丹先生からのコメントで出題として言葉を喋っても出題の文章を喋ってもらうのは可能ですか？希望你来说这一句话吗？因为介校长会非常开心。请问我在十七岁的问题来了，请问我在十七岁的夏天访日的理由是什么呢 ？Let's Honyarada。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続いて日本の文化。例えば漫画、アニメ、ファッション、結構タンさん興味持ってらっしゃるといろいろ本にもでも読ませてもらいましたが、特に好きなものとか影響を受けたものはありますか？最喜欢受到影响的日本文化吗？那个动画、漫画、思想等等。到今天都还一直对我有影响的，很可能是《攻壳机动队》（Ghost in the Shell）。我对电脑。跟人怎么样一起生活的形态等等，就好像之后的 Matrix 等等的电影啊，都受到《攻壳机动队》的影响一样，直到现在我都还常常回去看《攻壳机动队》，当然中间有出剧场版啊等等的。やっぱり小さい頃からそういうのがお好きだったんですか？从小喜欢这样子的日本的漫画动画吗？是的，我从很小的时候就从日本的动画跟漫画里面学到了很多事情，不管是新世纪福音战士啊，或者是哆啦 A 梦，我小时候叫小叮当啊，或者是怪医黑杰克，我小时候叫秦博士啊，等等，大概都是从日本过来的一些动漫画。私はちなみに手塚治虫さんの中では火の鳥が好きです。我喜欢，他喜欢的是手冢治虫先生的《火之墓》。嗯，这个也是很棒。还有包含像佛陀啊等等，其实我在我那个年纪的小孩，大概都是看这些动画漫画长大的。还有另外一个叫玻璃假面，但是我们那个时候叫千面女郎。啊，はいはい、女優の漫画ですね。ガラスの仮面。じゃあ続いて日本の食べ物で好きなもの美味しかったなって思ったものってありますか？我到现在还是非常喜欢味噌汤。事实上，我昨天大概也喝了两顿的都是味噌汤。味噌汤，我有的时候也会学着像漫画里面那样子，就是把一些饭泡在味噌汤里面。这好像是应该是也是从手冢治虫老师的漫画里学到的。味噌汁の具は何がお好みですか？你喜欢味噌汤里面有什么东西？那当然就是味噌啦。那但是除了味噌之外，像海带芽等等都是很不错的。スープな感じですね。今会ってみたい日本人とか、今注目している日本人って誰かいますか？目前有关注的或是想要见的日本人吗？
嗯，难道不就是您吗？以及我们的这三位就是校长啊、训导主任等等。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じゃあ続きまして、台湾政府、開かれた政府に関してちょっといくつか聞きたいんですが、陳部長のピンクマスクの会見はすごく日本でも話題になりました。はい、で、あの会見を受けて一般の方もピンクマスクで投稿すごく増えて感動したんですが、一般人也开始戴了粉红色口罩。你对这个事件有什么看法呢？我觉得很棒，这个是我们在台湾叫做性别主流化，就是说，任何人都不会受到他的性别刻板印象的拘束，只要想要觉得怎么样棒，那就怎么样子就可以戴。女生也可以戴蓝色的海军蓝的口罩，那男生也可以戴粉红色的口罩，都没有什么不好。那当然，像我这个口罩上面各种颜色都有呢。素敵です素敵です。あのデジタルとか AI とかなんか心がなくて冷たいイメージがありますが、デジタルの役割っていうのをタンさんの言葉で言うとどんなことになりますか？我觉得 AI 就是 assistive intelligence， 就是来辅助大家的智慧。那像哆啦 A 梦可能就是给人很温暖的感觉，完全跟西方的什么魔鬼终结者啊是完全不一样的呢。也就是说他帮助我们在我小时候翻成大熊啊，就是帮我们大熊去做到各种各样生活上的事情的时候，并没有剥夺掉他的自主权。也就是说最后要怎么样子来使用这些道具来让社会变得更好，完全还是由人在做这样子的决定。但是就像眼镜可以帮我看得更清楚一样， AI 也可以帮我们想得更清楚，沟通的更清楚，但是不是说，哎，我戴个眼镜，突然冒出一个广告，还要十秒钟才能关掉哦，那个就跟我们的最佳利益是不一样的。所以就像医生护士是为我好，所以我才跟他分享个人资料一样，这个眼镜也是要以我的最佳利益为利益，我才会愿意继续使用啊。AI 也是如此的。あのやっぱり AI デジタルによってあの人と人がつながるっていう感じですかね。数位 AI 人跟人可以连接，对不对？主要就是人跟人透过数位连接起来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把本来只有两个人或少数人彼此倾听的这种感受，变成成千上万个人都可以彼此倾听，这是数位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IT 的话则只是把机器跟机器连接而已， IT 当然要先有才有数位，但是数位不只是 IT 而已。わかる、なるほど、わかりやすいです、すごく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では続いて今度はタンさん個人的なことをいくつかお伺いしたいと思っていますが、ダンさんはすごく毎日ちょっと待って、お忙しくて、ちょっと待って、ちょっと待ってください。はい。ディレクターの声が入ってますから、ちょっともう一回お願いします。はい。いいですか？すいません、さっきの質問をもう一回できます。さっきの質問をもう一回。質問？さっきの答えは、ダンさんの答えは、向こうの声が入っております。もうデジタルの答えですか？そうです、はい、に加藤さんと通訳さんの音が入りました。あー、なるほど、なるほど、ピンマイクに入っちゃった感じですか？そうですね。じゃ あちょっとミュート、ここだけ忘れてた。じゃあもう一回もらった方がいいのかな。まあいいです、さっきのは。それで次から気をつけます。下次、はい、すいません。下次我们会注意。すいません、申し訳ないです。タンさんはすごく毎日お忙しくて、いろんなインタビュー受けたり
今回みたいな受けていただいたりしてますが、仕事を効率よく進めるためになんかやってることとかルーティーンみたいなものはありますか？你有提为了提高工作效率效率或是方法，你有什么那个routine吗？对我来讲，我随时随地都可以稍微休息一下的方法，就是像您刚刚讲的全球，去跑到外太空看这个地球。我的像 iPad 它的解锁画面也就是从外太空看地球的样子，我办公室里面在我的桌上就有一个 VR 的这样子一个设备，诶，刚才不知道被收到哪里去，应该是那个对，然后我只要一戴上，诶，就可以从很高的地方来看地球，随时随地只要有这样子一种从太空看地球的感受，那立刻就会整个放松下来，觉得啊，原来整个世界是一体的，我做我能够做的部分就不错了，而最重要的是不会有一种好像什么都要自己做的这种感觉。なるほど、なるほど、すごいですね。ダンさんはもうデジタルすごく強くて出らっしゃると思うんですけど、ご自分がアナログ人間だなと感じることはあるんでしょうかね。例えば本を読むのは紙の本じゃないと頭に入ってこないとか。メモするときは手書きじゃないととかわかんないですけど、なんかアナログの部分がどっかにあったりするものですか？你有没有这种做那个旧做法的部分吗？是什么时候呢？我现在主要都是靠全文检索来看书，也就是说我看的时候不会看得很仔细，就是记一些关键字而已，但是呢一觉醒来之后，这些关键字之间的联系在我脑里出现，我未来需要的时候我就用全文检索找到这本书里面本来提到这些字的段落就可以了。但是如果是纸本的话，要一页一页的翻阅，或者是说要贴很多个索引纸条呢，这个就很麻烦，所以我基本上还是以电子的阅读为主。但是如你所说的，我在读的时候有时候也会用触控笔在做笔记。はい、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よく聞く音楽とか、你有常听的音乐、アーティストとか好きな、有喜欢的音乐家吗？ありますか？有的。就像很多节目问我说最喜欢的一句话是什么的时候，我都会说万事万物都有缺口，缺口就是光的入口，这个就是 Leonard Cohen， 这个诗人也是音乐家的创作。那当然我自己平常听的时候也是听他的作品比较多，好比像说所谓的You Want It Darker 是他登出前的最后一部作品，或者是他已经登出之后他的儿子帮他出的作品 Thanks for the Dance 都是我现在很常听的音乐。ちなみに日本人のなんか歌手とかで知ってる人とかって、どんな歌手吗？日本的什么 ？Singer。啊，日本的歌手。之前有一个，对不起，这个我喝一口水再回答。之前啊，有一个我从来素昧平生没有听过的一个日本的乐团，叫做 Dos Monos。他们是唱饶舌的，然后有一天就写了一封信来说，诶，那我们想把你访问的这个稿子，因为我在这个录影的时候都有用开放的创用 CC Creative Commons 的这个授权，所以意思就是它可以拿去做任何的用途。他们想要做成一个叫做 Civil Rap Song， 就是关于民国的一个饶舌音乐啊。我当初在分享这个录影的时候，本来想的都是媒体的工作者啊，或者是研究者啊，学者、历史学家啊，可能会想要使用，从来没有想到会被做成饶舌音乐。那但是呢，我听了也觉得非常有意思。他甚至还有一个 MV， 那个 MV 都是用 AI 合成的。你这个杯子要拿掉是不是？
是不是到这里？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探している。还是要会传再再往外。OK。会穿吗？那我们弄到一个不穿的位置。这里好了。ああ、全然大丈夫です。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タンさんは小さい頃、お父様とソクラテス式問答法というので会話をしたっていうふうに著書で読ませてもらいました。お父様っていうのはどういう方でしたか？你父亲是怎什么样的人呢？他很喜欢哲学。不管是他年轻的时候接触了存在主义，或者是后来的欧陆的哲学的脉络，他花很多时间看，但是他也看很多东方的哲学等等。那对他来讲，苏格拉底其实就是他的类似像启蒙，他看对话录等等，是他开始形成他自己的思考的一个方式。所以他从小就告诉我说，绝对不要盲目的去相信任何的权威。那我就说，诶，那你自己不也是一个权威吗？所以他也是说，没有啊，所以我讲的话你也要自己想一想是不是有道理才对。这个是我非常小的时候他就这样跟我说了。そういうのを小さい頃にもう教えてくれてたわけですね。小时候你爸爸对你已经教这种事情。是的，从小我爸爸就告诉我说，不管是他所讲的或其他权威人士所讲的，这些都有他时间跟空间的脉络，在当时非常有道理的真实的一个状况，对他的反应。归纳成人类社会的一些常规，就是一些 norm， 一些规范。这些规范到了今天，我们每次在使用它的时候，如果不重新去想说，诶，现在还有没有道理啊的话，那就会变成像一个仪式一样的，就丧失本来创造出这些思想的人，他的那种很活泼的一种随时反应的感觉。这些都是他，在我可能四五岁吧，我就记得他这样跟我说。素敵なお父様ですね。続いて日本には孤高の天才という言葉があるんですけれども、日本里面有天才总是孤单的。日文天才と呼ばれる人は孤独でなんか嫌われてるみたいなイメージがあったりしますが、逆にタンさんはいろんな人たちと楽しそうに対話してたり、世界中にお友達がいたりして、すごく好かれてらっしゃいますけども、そういった価値観や育ちが全く違う人たちとうまく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を取るために何か気をつけてることとかあるんでしょうか？もなんかご自身の経験によるなんか意識が変わったこととかがあるんでしょうか？跟他们交流的时候有什么沟通秘诀吗？或是就是你的亲身经验带来的对你有什么改变吗？所谓孤独的这种讲法，我想这句谚语一定是在有网际网络以前出现的一句谚语吧。因为只要一有了网际网络，大家在资讯网上面，不管你所关注的事情再冷门再小众，你只要一上网，就一定可以找到成千上万的人都在关心这样子的事情。这个呢，也就是我们现在在网际网络上面，是 Internet 里面 Inter 这个字，就它把很多现有的网络连在一起。那连在一起的方法呢，其实也很容易，就是我们去确保说我们能够 take all the sides， 就是在地球上不管哪一个立足点，我们都要能够戴上那个地方看世界的眼镜，设身处地的用那种方式去看世界，而不是说好像是用我们既有的这个角度去任意的去评判其他人。所以这样子的情况之下，当你越来越能够从各种不同的角度看同一个世界的时候，就会发现，诶，不管在太空的哪一个角度看地球啊，地球还是同一个啦。有这样子的一种心态的话，就很容易跟不同文化的朋友们沟通。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今あの世界中がタンさんのことをカリスマ的な存在っていうふうに思って認識してると思うんですけども、ご本人はそう言われることに関してどう思いますか？对这个看法有什么样的看法？我觉得我就是一个素材库哦。什么叫素材库呢？就是说我把我的照片啊、肖像啊、现在的录影啊等等，我都抛弃掉著作上的财产权，所以大家想要拿去怎么样用就拿去怎么样用。在日本也有很多朋友跟我访问过之后，哎，就说哎，这是Odori Tan写的书，但是其实我既没有看过他的三教的那个稿子，在出版前都没有看过，我也没有拿版税，但是这个就等于是我连姓名权都抛弃掉了哦。这个情况下，任何人要说哦，这个Odori Tan说过什么话，这个大家也要再想一想说，诶，是不是就跟大家都会说爱因斯坦说过什么话是差不多一样的意思哦。因为我想所有的人都会觉得，诶，这个东西很有道理，加上一个人名就很有道理。那我是无所谓的，因为反正抛弃掉了著作财产权跟肖像权跟人格权嘛。但是呢，还是我会提醒他，不是因为我讲的就有道理，你还是想一想这句话本身有没有道理吧。わかりました。そういうふうにします。では、続いて、若者たちをどう育てるかっていうことでちょっと、お聞きしたいと思うんですが、若者をどう育てるかが大事だっていうふうによくおっしゃってますが、例えば、ある母親から、うちの子はゲームばかりしてて全然勉強しません、したらいいですかっていう質問されたら、タンさんはどう答えますか？请问你你怎么回答？可能因为这个母亲本身打电动的经验比较没有那么丰富，所以也许是小孩可以教导他。我一向都觉得说年轻人要指引方向，而是年长的朋友们给予他所需要的资源。所以像我小的时候，我爸爸问我说，诶，为什么我一天到晚都在玩当时一个叫 Sid Meier 的人做的游戏叫文明帝国啊，我从第一版一直玩到第六版，那我花非常非常多的时间玩。那我就告诉我爸爸说，如果你来稍微了解一下这个游戏，你就会发现这个游戏它的画面，它的互动，他让威尔杜兰的世界文明史，我们家里有这一套书哦，我本来都不太容易看的，因为我脑里没有画面嘛，我玩了这个游戏好像一个索引一样，诶，突然威尔杜兰的书我就看得懂了。所以呢我爸爸呢，他其实那一套文明史也不是看得很仔细哦，我就邀请他一起来玩，他就可以看得到真正的这些画面，从什么三桨战船啊，然后一路到这个什么撕掠者啊什么之类，在那个游戏里面都有巨细靡遗的描述。后来他也发现说，哎，这个游戏真的是博大精深哦。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就有跨世代的轻盈共创，就是说年轻人跟长辈一起来做创造，一起学习，这样的一种文化。親の方が子供をやっぱり理解しなきゃいけないっていうことですよね。家長需要理解小孩。可能叫家长让小孩带领他进入一个本来他比较不熟悉的世界了，也不是说一定是小孩懂得最多，也未必是这样，因为家长毕竟也有自己的兴趣，自己的喜好嘛。但是我们在网络上面共同创造的时候，本来就是需要各种各样子不同背景、不同兴趣、不同领域、不同场域的人嘛。所以这样的情况下，其实是把自己看作是一个共同创造的伙伴关系，而不是一定说好像谁要指导谁这样子。台湾の方では若い人が政治にすごく関心が高いと思うんですが、それはなんか小さい頃からの教育とか、なぜだと思いますか？你觉得原因是什么呢？我觉得很重要的事情是，我们所有人都觉得政治不是只是每四年或每两年来投一次票而已，因为如果只是投票的话，
从资讯科学的角度来看，就好像每一个人每两年就只上载大概四个位元组左右哦，那这样子的这个位元数量是非常的不足够的。但是如果我们每天每天都可以参与政治，不管是透过我们的公共政策网络参与平台来发起联署案，或者是说我们透过参与式的预算来一起决定在这个市政府或这个区政府的预算要怎么分配，又或者是说透过总统杯的黑客松一起来找出一些好主意，让总统颁奖给你，承诺说哎，你花三个月做出来的东西就会变成接下来的国家政策呢等等，这些都是让每一个人每一天都可以参与民主，所以民主本身也是大家可以一起练习的这样一种社会上组织的技术Social technology。なるほど。あの日本ではなかなかあの台湾の若者のようにあんまり関心が、まあ確かにその投票率も、20代おととしの選挙なんですが、20代の投票率が 31% しかないんですね。日本が変わるにはその若者たちがあの興味を持つようになるにはどうしたらいいと思いますかね。二十四年代或是年轻人参与政治怎么可以说你的看法是什么？我觉得先不要管投票啊，我觉得先做我刚才所说的，每天每天都可以一起来设定。我们叫做议程设定权，就是 agenda setting power， 我们一起来设定说诶，那今天官员要回答什么问题呢？今天我们的这笔预算要花在哪里去呢？今天有没有一些新的资料可以透过视觉化的方式让大家更了解，好比像说地方创生的可能性在哪里，或者是这个目前的肺炎病毒怎么样影响地方的复兴呢？这些都是大家可以投入的民主化的工作啊。当大家花越多时间在这边的时候，越会觉得说啊，那原来我们整个社会的未来是每个人都可以一起决定的。而事实上我刚刚讲的这些常常都用到数位技术，所以对年轻人来讲他们反而有优势。我们在我们的联署平台上最活跃的根本都还没有成年，就是十五六岁的朋友。あ、そうなんだ。なるほど。まあ、あの、最後に、あの、今、日本に、今の日本にとって、一番大事なのはどういうことだと思いますか？你觉得目前对日本来说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我想，希望可以用这个开头说。好 ，OK， 好，最后，我觉得目前对日本来说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要跨世代的、跨领域的、跨场域的，大家一起合作，达到永续的共同目标。啊，素敵な言葉をいただきました。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很有魅力。じゃあ、さっきの、あの、デジタルの答えのところ13番のもう一回いただきますか？いただいてもいいですかね？大丈夫ですか？申し訳ないですけど、タンさんに。嗯，我知道，我知道 ，digital 的那个嘛，我知道的，嗯，所以他再问一次，我再答一次，好嘞。人と人をつなぐっていう、あ、すいません。じゃあそこだけもう一回、じゃあ松倉さん質問からもう一回して、あのコメントもらっていいですか？じゃあ十三の中国語を私読み上げますね。はい、そうしてください。比較数位或 AI。总让我们 有种缺乏人性并冷冰冰的感觉，请问你觉得数位的作用是什么呢？对我来讲 AI 就是 assistive intelligence， 它是辅助大家的智慧，就好像好比像说哆啦 A 梦，它其实一点都没有冷冰冰的感觉啊，它跟那个 Terminator 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可以看到说不好意思，再来一次。好，
对我来讲 AI 就是 Assistive Intelligence 辅助式的智慧哦。那什么叫辅助式呢？就是它可以来帮助大家来完成自己想要看得更清楚，沟通得更清楚，听得更清楚，像我这个眼镜帮我看得更清楚一样。那当然可能也因为我小的时候看漫画，看的是像哆啦 A 梦，我小时候叫小叮当，这样子的 AI 吧。因为他对大雄其实完全没有像 Terminator 魔鬼终结者一样好像是支配他的这种感觉哦。最后到底要让社会怎么样变得更好，这些道具要怎么样子应用，完全都还是在大雄自己的决定权里面。也就是因为这样的关系，我一直觉得 digital 就是数位，是把人跟人之间连在一起。当然它是依赖在 IT 技术，也就是资讯技术上面，这个技术可以把机器跟机器连在一起，但是机器连在一起之后，人跟人之间说不定反而更疏远啊，所以必须要靠辅助式的技术才能够把人跟人之间重新连接在一起。那当然在这里面幽默就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了。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もうデジタルっていうとやっぱりちょっと難しいとかそういうイメージがあって、例えば、こうこの校長先生74歳なんですが、こういう方々がなかなか足を踏み入れにくいジャンルだと思うんですね。帮我把那个拿过来，那个蛋壳。这个、对，那个后面有一个已经拆的、对，谢谢，感谢。好 ，OK， 对，我阿嬷已经88岁了哦。那但是呢，我在让她使用 VR 技术，也就是像这样子的技术的时候，她一套上去，立刻就用手就可以进行操作，因为这个里面是 5G 的关系，所以就算是在户外，也可以立刻把它带到不同的地方去观光啊、导览啊、教育啊等等。那也因为这样子的关系，他不用特别去学怎么用控制器、怎么用电脑、怎么用荧幕、怎么用键盘，都不需要。对他来讲，其实就是戴上这个眼镜，挥挥手，他就可以直接看得到我，而且还可以在里面打太极拳之类的哦。那所以简单来讲，我们是要把技术带到长辈的面前，而不是一定要长辈去配合技术。じゃあ坂井校長も安心ですね。できますね。校長也可以放心的做看试试看 AI。はい、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松川さんすいません。最後の質問あ、加藤さんすいません。最後の質問に関しては、もう一回取り直しをさせていただきます。ちょっと画像に関してはずれてあるので。すいません。日本に行って大事なのはですか？そうです。のとこ。はい。じゃあすいませんが、そこをまた、質問からお願いします。丹さんすいません。就最后一个问题。再讲一次。对，有点问题。这个收掉。这，好，不要。最后想请问一下，那个你觉得目前对日本来说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最后，我觉得目前对日本来说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大家要能够跨世代的、跨领域的、跨场域的，大家彼此结合成伙伴关系，一起达到永续的共同目标。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じゃあ早いけどいいよ。そしたらその差し棒を松倉さん、はい、差し棒を振って、はい、酒井さんこんにちはって一言日本語でもらえたりしますかね。可以试试看。酒井さんこんにちは。这样吗？好像节拍器一样。对。酒井さん。嗯。酒井さん、こんにちは。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もう一回でいいですか？再一次。好。はい。
さ、酒井さん。酒井さん、こんにちは。酒井さん、こんにちは。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すいません。じゃあ、最後に、ドリーを取らせていただきましょう。はい、リスさん、大丈夫ですか？はい、可以放松一下。等一下要那我麦要拆吗？还是要拆？好的，我就先拆给你。等一下再别回来。再别回来。就是他要拍比麦的这个过程。麦也是道具，就是。好，很好。不会，我要卡。